伊的小枪！你有讲你家己无爱买，我咧想要创啥？草木，伊又怪怪红的，伊拄着外关啊！先生，你毋是摊主，你讲的安尼？你目睭看无，是你遐报应，你报应！你煞袂啊！等，等，等，无我甲你饲好啊啦。安尼无方便啊？你目睭安尼遮无方便。 我想要创啥？我若上来，毋捌看过你，你是要啥物件啊？你是落袂讲啥？心情是毋是目睭看无，我才会甲饲的？还是讲要甲伊共款？是毋是了有气势无？哈？你有看下无？我真正规身躯起疹子呢，我目睭艰苦的啊！了，我来去看医生。你已经陪恁太太去啊，我袂要紧。 你是偌济手啊？你甲上去啉上这样，无站站，搁啉干呢？饲酒疹。我甲上啉，我要啉偌济，那是我的厝。我只安尼问你一句话，你要陪我看爱心无？无的，为着你人行，也看会着咯。你家己去。 那你这个来讲，草木，你是千金大小姐，想做不做这样无水准的代志？我歹予伊食水果，我无水准，伊又怪怪红的。 你真的不是摊主，你讲的安尼，你误会啊啦！你今日，搁予我看到恁两个人做伙，那不是你有问题，就是伊有问题。那日你目睭看无，是你的报应，你的报应！你煞袂啊！ 你这个查某，你破坏我阿母的感情，我阿姐嘛，伊在害我，你还好？哎，头目，你饮酒醉，莫吃起酒食。我无醉，我跟你讲。 起码我比任何时阵，我搁较清醒。叶少强，我会叫我嫁予你。